行了，按照我写的详细内容帮我做一遍。黑咖才是精髓，小事。同学们好，我叫张思年，从今天开始由我负责大家统计学专业的数理统计，通篇都是难逃。以后你的日子在劫难逃哟。我怎么可能会在劫难逃，张老师？你论文的答辩资格取消了，因为你迟到了。你真的是最斤斤计较的老师。啊！我不管你有没有时间，如果今天你不陪我去，我就不让你上车。我想我应该明白，你可能被骗了。他是我表哥，他怎么可能会骗我？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可以呀、啊。做我女朋友。哈？你可以先去我那儿住一个月。结婚？我觉得我被你套路。从一开始你让我假扮你的女朋友，然后又到现在让我住进你们家，现在又让我跟你结婚，张老师，你是不是早就想这么套路我了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结婚，而是一种契约关系。说的这种结婚更像是某种合作。你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困境？没有，还没有。于叔，我记得我今天早上告诉你，不要去学校，也不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关系。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？那你是谁呀？我是张青年，我是他老公，我们是夫妻。从今天开始，于叔就是我的妻子。首先，我和他的学历背景跟我们的关系无关，我可以用我的人格进行担保，我不会逼迫于叔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情，我会尊重他，爱惜他，保护他。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，我会帮助他，辅导他，确保他明年可以顺利完成答辩，同时我也会确保没人敢再说他是笨蛋。这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摸底测试题，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送来。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，我这个人很古板，也没什么情趣。我愿意在半山腰等着你，牵起他的手。